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但无必要求他人对待咱如何，颠倒摆应该检视自己对待他人如何。当然永远忍让，永远慈悲，永远付出，在对待一切生命的时，所得到的回应也将会是正面加善意的。光明的人生应该由咱自己积极制造。真正会当作为咱瓦壳甲保护的力量，只有无私的大慈悲心利益。如果希望世界更加美好，唯一方法是瓦靠众生的善念和善行才会当成就。众生共同的清净，共同的慈悲，将会当转变咱的世界，使之更加趋于良善甲美好。Thank you.
有人欺负咱的时阵，咱真自然会以愤怒、嗔恨的力量来压制伊。一种以愤怒、嗔恨等力量作为保护和防卫，其实是相当愚笨的做法。一粒潮流的心，就是世界的珍宝。因为潮是指潮服，就是善于潮服烦恼，控制欲望。流，这是指大悲心，祝福一切众生，世道幽静。当拥有一粒潮流的心，这是人间的无上至宝，众生的归依处。把别人给你的爱当作温暖，把别人给你的恨当作磨练。
教咱善解的所在，予咱学习到慈悲。参禅白衣、道斋长等等，拢是咱学习慈悲的道场，奉献身心的慈悲客人。学习慈悲心，上有效的方法，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。尽量为一切众生的需要加感受设想，做到思其所想，感其所受，将咱的爱真诚地付出，如此咱将会当体会菩提是什么物件。修习慈悲，静中慈悲，决定慈悲。让咱将慈悲转变为一切法的媒介物和基础，让咱的生命因为慈悲而快乐地生活。虽然身躯
到最后都会死亡，但来当怀着慈悲来死，咱的生命将会成为永不退转的原动力。训练自己，时时保持自心、悲心、加菩提心，将会当彻底转化自身的贪、嗔、痴等无明烦恼，得到觉醒的光明加喜悦。如果还有一个自我的概念被自我束缚，那呢就没办法真正去关心众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咱以慈悲为动机，看到熟悉无熟悉的人，拢会当微笑、礼貌地拍招呼，或者是以关爱的言语，这拢会当让对方感受到咱的慈悲。时常以他人的立场设想，才有可能渐渐升起毫无虚伪的自卑心。时时刻刻拢以自卑为动机，将会当看见真正和谐的世界。
咱必须以全部的身心修持慈悲心，如此不然会当让咱的内外世界拢呈现安和的状态，并且阁会当以开阔自己的心胸，使咱得到真正的大自在。好自己增长自卑，开阔胸怀的实际行动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就对日常生活中的问候开始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我们家小朋友他读的是准公共的幼儿园，这次补助在家嘛，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觉，代表政府有看到我养家的辛苦。我们养家很辛苦，从八月开始小朋友上学，每个月只要3500，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像是成教育基金。对啊，准备要买游戏机。什么游戏机？没有没有，吸尘器，吸尘器。0到6岁，国家一起养。老大，我们扛了78年了，室内滴水，墙壁裂开了。坏了坏了，新抽风室正筹建中。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努力撑着，在还没动工前我们都要努力撑住，加油啊。是的，他们是新抽风室大雄宝殿外四角头台庙角的力士。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，自山上旧超峰寺迁移至今78年，新超峰寺拥有300年前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镇殿供奉的白衣观音，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灵验。
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，飞檐翘角，人精神抖擞。殿内主尊供奉华严三圣，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。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，雕刻线条清晰明快，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，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。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，右手成拳，左手包住以示善意，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，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。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，关圣帝君，再近一点，圣君对你微笑呢。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寺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，梁上的题字是警醒，是祝祷，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，保存价值极高。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隔天井，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，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暂时性大铁架的罩护之下，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。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石地基，可看出有下陷状况。静谧的大冈山新超峰寺的一扇窗一面翻，蒋觉星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宫炉栩栩如生，细腻精致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角角落落。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，延续观音慈悲愿祝佛殿。邮政话拨00448584，00448584，户名新超峰寺，电话07631-2291，07631-2291。为什么我的房间没有放任何吃的食物？为何蟑螂、蜘蛛、蚂蚁都会跑到我的床上来？这我叫讲姻缘，你跟他有缘，或是那边附近比较多，然后你就喂他吃饱一点，然后他就不会跑到你床上来。啊，既然来了，你就要尽力帮助他，因为这个抓也抓不完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喂食物给他吃，陪他半山皈依这样，然后对他总有好处，然后慢慢你就没有这个干扰了啊！佛陀的身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附着在他身上。